大家好，我是二年二班三号庄心。我今天要讲的是我暑假去做大王莲花的画。我用水彩笔画出荷叶，再用小支的画出荷花。然后如果觉得水不够的话，可以加水。好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把笔洗一洗，然后来等这些干了，我们来上水。我先用黄色，等一下再用其他颜色混在一起。我画完了，剩下大家了。喜欢我的画，谢谢大家。